哎，炸不到我吧？我下来了，我又上去了，我又下来了，我又上去了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阿杨木的百宝箱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生存挑战。你看，这一进来就变成了一只猫了。那么这款收集包呢，就是每30秒随机变成一只生物，同时呢还继承了动物的特点。就比如我现在啊，也只有4滴血，非常的脆弱。然后作为一只猫咪呢，移动速度也变快了。目标还是老规矩，挖到一颗钻石，好吧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挑战。怎么给我变成了一头猪呢？这款数据包做的还挺细节的嘛，手也变成了猪手，想致富先撸树，就算变成了小猪也不能颓废。哎，现在又变成了一只僵尸，那我走到外面会不会着火啊？好吧，还真的着火了，看来所有的生物的特征都继承了，还好附近的树比较多，要是在沙漠地形啊，那我怕是当场火化了，还是先去地底下挖点石头吧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不是吧，我居然变成了一只凋零，直接卡在墙里面了，我这是要窒息而亡了呀。哎，这是真的离谱，你说我在地面上呢给我变只僵尸，我到了地底下你又给我变成了一只凋零，这不明摆的想害我吗？不过这个凋零还能飞倒是挺不错的，但是没办法用技能，不然就直接起飞了。哎，不管了，还是先挖矿吧，搞了半天工具都还没有造齐。 2000 years later. OK 了，观众们，工具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现在给我变成了一只蜘蛛。哎，不过感觉还挺不错的，速度快还能爬墙，就是我这个血量有点少，等会儿再去找些食物吧。我真的是人傻了，这种地方会突然给我变成铁傀儡，我直接就当场窒息而死，而且我的装备也找不到了，搞了半天全都白干。哇，这个数据包也太搞人了吧。啊，这又把我变成了一只海豚，好家伙，这回是直接不让我在陆地上生存了呗，只能暂时去水里面等一等，感觉这个数据包在处处与我作对啊，我只是想挖个钻石而已啊。好吗，在水里面又给我变成了一只末影人。观众们，这个数据包绝对不简单呐，简直太搞人心态了，一天下来啥都没干，天都要黑了。好在变成怪物的时候啊，其他怪也不会来攻击你。终于找到食物了，赶紧多收集一点，还好我变成了蜜蜂，不然可能就要被这个苦力怕给炸死了。哎，炸不到我吧，我下来了，我又上去了，我又下来了，我又上去了。观众们，我又变成了一只恶魂，请问能不能给我变一条末影龙啊？终于找到村庄了，搜刮了一圈，装备还不错，哎，可以开始挖钻石了。最好不要给我变成体型大的生物啊，不然我又要窒息而死了。你看，真的是说什么来什么。哎，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了钻石，二话不说，赶紧挖掉，就怕等会儿又变成一个什么大的生物。那今天的挑战呢，就算是完成了。本期视频呢，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喽。